款式小游裙装，既符合她的年龄，又符合她参加聚会的这种场合，而且既不张扬又恰到好处。我们要取适当的粉底液，今天我们选的这一款可以说是水溶性的粉底液，比较适合下次。要从额头开始涂起。老师，这种粉底液遮盖力很强吗？比较强的一种，而且比较清透。尤其是到眼角、鼻角这个位置，一定要特别细致的自行来涂粉底液。像天池老师一样，首先是打脸，然后是均匀的摊开。刷的方向呢，一般是按照皮肤的纹理走向来刷的。天池老师，你看我们经常化妆都知道，在粉底的这一步，经常要用到的工具像海绵铺比较多。今天你用到的这一款刷子有什么不同吗？用刷子刷上去的呢，会特别的轻薄，而且比较细腻。适合夏天，同时呢，发际线的位置一定要注意，一定也要打上，这样才会自然。对啊，如果有的人呢，脖子和脸差距比较大呢，脖子一定也要打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样打出来的粉底液呢，才特别的均匀通透。之后呢，我们选用一个定妆粉，首先呢，一定要按压眼部。为什么我们要先按压眼部呢？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化眼妆，而且夏天这个季节呢，眼部妆容容易脱妆。之后呢是鼻子，T 区呢是比较爱出油的地方，一定要是暗搭的，定妆效果才会更好，这样它的吸附能力和皮肤的融合度会更好。眼部妆容，首先我们要用一个裸色的眼影对圆的处进行打底，这样可以提升眼妆的层次感。然后选用微醺妆惯用的颜色黑色，涂于眼窝处，向上进行晕染过渡。画的面积刚开始可以小一点，然后我们把它晕染上去。接着用深咖啡色的眼影涂于双眼皮褶皱处，渐渐的向上过渡。聚会上比较闪亮的妆容，我们要在眉骨处进行提亮，选用的是银色的眼影。接下来在眼头处进行提亮，打造好了，下面我们来刻画眼线，从眼头处开始画起，到眼尾部分我们画的略粗一些，填满与睫毛根各个缝隙。这时我们把下眼线也画上，画后眼尾
三分之一。可以呢，也微微的往前过渡一下。打造睫毛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把睫毛夹弯，夹三点：睫毛的根部、睫毛的中部和睫毛的末端。可以再重复夹一次。然后我们选一款比较浓密的睫毛来进行粘贴。涂胶的时候一定要等胶干几秒钟之后再去粘贴。要先粘贴睫毛的中部，然后是睫毛的末端，最后是眼头。我们要等胶都干了再去睁开眼睛。下一步我们要选用一款比较浓密的睫毛膏对真假睫毛进行一个融合。平时日常生活中大家涂睫毛膏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进行刷。同时也要把下睫毛涂上。如果你的下睫毛特别稀疏的话，也可以选用一些下睫毛的假睫毛来进行粘贴。这样一款魅力 Party 的小烟熏的一只眼睛就完成了。下面我们来刻画另一只。唇膏为嘴唇进行一个涂画。像这款魅力 Party 的小烟熏妆就完成了，赶快让您又给大家秀一个吧。